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飞。美好的一天开始了啊！今天天气不错，有点热，就是阴了一点啊。其实还是温度还是合时宜的啊，毕竟是三月底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猜猜今天带谁出来玩啊？今天，对吧？带他们出来放松放松，开心一下嘛，就是这样。嗯，家里面，对吧？前阵子太忙了，太憋屈了，对不对？来猜一下啊，三二一。啊，这个没打开呢。三二一，噔噔噔噔，看一下，喵。嗯，也没有拉，也没有拉进去。大家猜对了吗？今天带的是小黑喵，还有这个马豆喵，对不对？带的是他俩。哎呀，还好关笼子里之前让毛豆尿了很多啊，也都拉了拉。在车子里就没咋尿了啊，还不错啊。小黑一脸的倔强啊，小黑说你这是准备干什么阿飞，对不对？我有点怀疑你的动机啊，就是这样。喵，好了，出来玩了啊，先把小黑放出来。然后我现在已经把小黑放出来了啊，把它放了出来。这边是毛豆啊，毛豆暂时先不放它啊。小黑，小黑黑。Where are you going？ 不知道小黑识数不识数啊？他要是乱跑的话，下次就不带他出门了。他要乱跑啊！现在我都看不到他了。嗯，看不到他了。毛豆急得跟啥一样。小黑，过来！小黑，小黑，过来，过来！小黑，哎。哎，这小黑咋还越跑越远了呢？咋搞的？哎，哎呀，真的是你是准备干啥了，小黑？啊，你沿着这条路要，小黑，你往哪儿去了呀？准备？他到处撒尿啊，在那儿到处撒尿。抻一下腿儿。看来我要动起来啊，因为我不动的话，小黑，小黑他不知道我往哪个方向走啊。还好毛豆不是很重啊，还不错啊。哎呀，先找个风景地点啊，带毛豆去转一转啊。耶，小黑嘞，小黑是跟着的啊。我把这个笼子放在这儿停一下啊，发现小黑是跟着的啊，还不错啊。我们到那边去看看，那边在流水啊。哎呀，带着他们去观景啊，好多人在这里，在这里钓鱼啊，钓鱼干嘛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哇，这里应该是一个卫生间吧，好漂亮啊，对不对？大家觉得是不是好漂亮？哇，我也觉得好漂亮。我们到这边的方向看一下。你个坏家伙啊，你是不是很坏，小黑？很坏很坏，对不对？这里，哇哦，好了，准备把毛豆放开了，让它跑一跑啊。这里应该没啥人啊，这里应该没啥人啊，还不错啊，这个地形也比较稍微复杂一点啊，我估计毛豆应该没啥问题啊，应该不会有啥危险啊，就是这样。准备把毛豆放开了，封印解开，毛豆出击，小毛豆，哎呦，看毛豆能不能玩得来，对不对？毛豆说我好开心啊，阿飞又带我出来玩了，是不是啊？毛豆说我好快乐啊，又可以出来玩了，看我的，对吧？哎呦，嘿嘿嘿嘿，哎呀，小黑，你都不会看我一眼，然后感受到被重视的感觉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小黑这个毛豆他俩好朋友啊，是不是啊？毛豆说：“小黑，你去哪儿？等等我，对不对？”哎，小黑，你等等毛豆，小黑，你等他一下，小黑。啊，小黑又搁那儿尿嘞，啊，到处乱尿，还是说他的绿叹气儿，对不对？驴弹蹄儿，哎呀，毛豆说你在干什么，对不对？
小黑这个狗啊就很奇怪呀、啊。嗯，快点快点，哎，跟上小黑黑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哎呀，哇哦，是不是很美？有没有很壮观的感觉？大家觉得，啊，是不是很壮观？让他俩在这儿追着玩啊，他俩还不错啊。我发现这个毛豆挺喜欢追这个小黑的，我发现。小黑跑到竹林里去了，毛豆就在外面等着他。哎呀，还不错。你在又搁那尿了，小黑。嗯，绿炭地儿堆开。来，小黑，握手。小黑，小黑，握手。咔咔，对不对？真是的，哎。估计小黑有点生我的气啊，我估计啊。小黑说：“你一声不吭的就把我带到了这个美丽的地方，对不对啊？都不和我商量的，估计他有点生气啊。”哇，后面多美，对不对？有瀑布啊。啊，小黑就是目中无人啊，他都不看我的，他只知道我个大概方位就这样。然后的话他就不会乱跑啊。小黑这里，小黑啊，摸是不是啊，啊摸是不是。小黑你看看我中不中，给你带出来问，你看看我好不好。他都不看我的，小黑都不看我的，然后毛豆还知道看我几眼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，是吧。啊，你准备跟这打玩的，准备跟这唱菊竹的啊。今天的天不错啊，今天的天没有太阳啊，对毛孩子来说是一个气候宜人的天气啊，不会觉得累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毛豆这个像一只母鸡一样啊，母鸡下蛋啊，准备在这个位置啊。嗯，这毛豆舒服嘞，舒服的不要不要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很舒服？毛豆，嘿嘿嘿，它很舒服啊，它准备在这儿当窝了啊。毛豆说：“我要定居在这里。”嗯，就是这样。小黑跑哪儿去了？嗯，搞不明白。嗯，看说小黑跑那儿去了，我听见小黑咔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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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堆过来了。嗯，都不敢念叨啊，一念叨就来。你有多少鸟啊，小黑啊？你哪鸟鸟不进吗？啊，这儿不往那边去啊，这里。哎，对，过来吧。哎，对，不去那边啊。不去那边，嗯，因为毛豆的腿是残疾嘛，所以的话，对吧？我想着，对不对？每次出门能带它出来玩玩，看看外面的风景，对不对？然后的话，弥补一下它的身体上面的创伤嘛，就是这样。说明它也不比别的毛孩子们差嘛，对不对？毛豆说：“对，你们能到的地方，对不对？阿飞也能带我到，对不对？”就是这样。哎，毛豆你真厉害，你是准备上厕所嘞？我去，小黑的，小黑，这儿毛豆跟那儿嘞，小黑这里，哎，这俩狗真的是啊头大啊，他俩的组合弄得我有点头大啊。小黑是目中无人啊，小黑目中无人，但是他也知道我在哪，但是他就是给我一种对吧，他看不到我的感觉，其实他看到我。哎，毛豆就是说小黑在哪儿啊，毛豆找小黑呀、啊、小黑不带他玩啊，他上不去啊，那边楼梯他上不去，没事。大家看看是不是很美，很漂亮啊。哇哦、嗯、小黑他就紧跟着我，有点坏啊，小黑你有点坏，你知道吗？你明明看到我了，你却假装看不到我，对不对？小毛豆也跟上了啊，我们往这边方向走一走。
你要嗨，你也怼过来了，你就给上头待着吧，别下来，不要下来，这里不适合你，不要下来啊，不要下来，你就在那儿待着。小黑，你在搁那儿喝水的呀？啊，小黑，你在干啥的呀？我的天哪！啊，等到夏天到了啊，到时候把笨笨扔到河里啊，很快啊，把它扔进去啊，就是这样。嗯，你可不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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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不敢啊！你不敢再下了，你再下，你等会儿掉进去了，你等会儿。你可没有那本事游泳啊，说把笨笨扔河流啊，可没有说把你扔河流啊，好吧。哎哎哎，我得控制住你。哎，嘿嘿，你这货很装怂啊，啊，很装怂的，你个小家伙。哎呀，小黑，你不是看不见我，你看我摸毛豆你可过来了，你很给我吊蛋呢，小黑。嗯，那个尿尿小王子啊，以前尿尿小王子是毛豆啊，今天我要把这个尿尿小王子的称号封给这个小黑啊。还不错啊，就是待会儿我有点伤愁啊，怎么抓小黑是个问题啊，不太好抓啊，说实话真不太好抓，那家伙现在精得很，他不让我捉他，他说我跟着你可以，但是你别捉我，对不对？别给我放笼子里啊，就是这样。不知道又跑哪儿去了，我是看不到他了，嗯，但是我一动啊，他就知道了，他就会跟过来，就是这样。来，小黑过来，回去了，该回去了，小黑，来过来，过来吧。哎呦我天哪，你真是折腾死我一样。哎呀我天，这家伙。哎呀真的是头大啊，算了，先让毛豆在这儿看会儿风景啊，休息一下，我也休息一下啊，等一下再捉小黑吧。这个狗真的是太调皮捣蛋了，以后都不知道要怎么带它出来玩了啊，就是这样。真的是醉了，真的是，哎，我说的不对吗，毛豆啊？那小黑是不是可捣蛋啊？还不是那毛豆听话的，是不是？往里一窝，舒服的很，对不对？哎，黑大仙儿，该回去了。小黑，该回去了。你能听懂我说话不能？你但凡能，你过来看我一眼，是不是啊？你不要跟他尿了好不好，你尿了至少有二十泡了，我跟你说，我给你数着的，你不要跟他尿了，来来来，我蹲一下啊，来来来，小黑，来过来过来，来来来，吃饭了，来吃饭。哦天，我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回家了，你还往那儿了，小黑。我去。然后此时此刻啊，我默默下定了一个决心啊，对吧？从今往后啊，对吧？至少我要在2023年，今年是2023年了，对，2023年啊，我要把小黑上狗绳啊，就是这样，我要把它训练的和笨笨一样听话啊，就是这样啊，要不然真的是，对吧？真的是一个头三个大，我现在啊，头大的不要不要的，那毛豆还在那儿看风景啊，美的不要不要的，吹着小风啊，舒服的很啊，我现在我都愁死了，真的是，我决定了要对小黑上绳子啊，大家支不支持我的这个决定啊？就从此时此刻现在开始啊，就是这样，然后我现在要去捉小黑了啊，大家等待我的好结果啊，如果没捉到他，就让他跟着车跑了啊，就是这样，哎。让他跟着车跑了。哎呀，我费了十牛二虎之力啊，终于把他给捉住了。大家看看啊，是不是小黑？大家看看啊，哎，你看累死我是不是啊？回家嘞，回家嘞，回家嘞！我跟你说多少遍，你这个样子，下次这么带你出门，你都尿了30泡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都会尿那么多泡，你都会啊？你真是尿尿小王子，对不对？哎。好了好了，我终于把它捉住了。
准备带他回家了啊，就是这样。啊呜啊呜啊呜，很屌的。然后我现在已经把小黑装进去了，然后我突然发现我那里面有一件水啊，我真的是愚蠢啊，真的是。刚才下车的时候忘了拿出来一瓶了啊，那个是前两天放进去的一件，我都把它给忘掉了，真的是。哎呀，刚才带他们玩的时候忘拿出来了，真的是醉了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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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先这样吧，然后带他们回家了啊。玩的开心不开心啊？小黑说呵呵，小黑说你要干什么？就是这样啊。这个笼子差不多啊，本来有个更大一点的笼子，但是，对，我觉得这个够他俩了，应该是没啥问题啊。他俩是没啥问题，然后他俩的情况比我想象当中的好多了啊，把他俩关在一起啊，还能联络联络感情啊，还不错啊。好了，等一下就到家了啊，一会儿就到家了，关门了啊。真是折腾死我了你。